上次对付那个假夜灵侠，差点小命都豁出去了，我可再也不敢。真的？真的呀、啊，我还要留住脸上这张嘴，吃好吃的呢。这个理由还蛮适合你的，信你一回。你有闻到什么特别香的味道？闻着臭，吃着香喽！臭豆腐啊！臭豆腐！啊！臭豆腐！老板，来一份臭豆腐。好嘞。哎，不要不要，太臭了，老板。我要，老板，多来点。哎呀，来，吃什么料自己夹。你没吃过臭豆腐吗？我没吃过。这种人间美味，你居然没吃过？快给钱啊，老板，多少钱啊？一文钱。这么贵啊？不是，哦，嘿，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那这些就都归我了。老板，照料料吧。好嘞。什么事啊？神神秘秘的。我今天在如意楼听人说，这蓬莱赌坊就是青龙寨的产业。真的吗？消息非常可靠。照这么说的话，能从蓬莱赌坊查到青龙寨的消息？聪明，这样说不定就可以打听到我爹和郡主的消息了。但是赌场管事的赤峰不是什么善茬，要怎么着才能让他乖乖配合我们呀？这个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想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从外面接应我就好了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还不如我去啊。我有我的办法，你只要相信我就好了。